解释吧，我给你机会。那个，徐宇轩是我姐姐。姐姐？你认识的姐姐还挺多呀。不是，我就那一个亲姐姐。我知道你和她因为我姐夫的事儿有点误会，所以没敢告诉你。还亲姐姐？对啊，如假包换，同父同母的亲姐姐。 同父同母，你们不同姓？我跟我妈妈姓，徐宇轩跟我爸姓。是吗？现在想起了吧？ 走了，就这样走了。行了，接下来就请享受丰盛的早餐吧，宝贝。昨天晚上辛苦了。 快吃吧，一会儿上班该迟到了。嗯，那我们可以公开吗？不行，工作跟私生活还是要分开。快吃吧。